预约海报，歌迷们都很兴奋，有没有多一些信息可以透露？比如说巡演的城市或者曲目？不可以，我觉得大家多多就是关注一下我，我们的城市慢慢会就是在之前就有许一个愿，就希望自己可以去更加的努力，然后去到大家的门口给大家唱歌，当然不是字面上的那个门口，就希望可以去到大家的城市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昨天也刚刚是我们第一场开票的时间，怎么说呢，我自己都在掐着点，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就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没有抢到票的信息，就希望大家不要不开心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，我也会还是像之前说的去继续努力，可以去到，希望可以去到你的城市去看你，对，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相遇，而也希望我们在相遇之前都好好的保持好自己的状态，然后我们更好的相遇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奔跑吧第12季那个本周开播了，你觉得